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咱们直接开始。3、2、1。李改信据说只要把两个不锈钢盆扣在一起，再想办法抽走里面的空气，不管你用多大的力都无法拉开。我去找还有不锈钢盆去。妈咪，去，你嘴都演。不锈钢盆找来了，其实这是一整套的实验用具，像大家也猜到了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德堡脸盆实验。是贵。那么在之前的视频中呢，我也曾经做过这个实验，当时是找了8位小朋友，结果 OK 没拿开，不成功就放弃，那是我的风格吗？最起码也得翻车吧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再次来做一下这个实验。首先咱们把这个脸盆给它固定上去，套上密封圈，再拿上两张纸啊，点火。给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时候里面的火到底是昂着呢，还是熄灭呢？虽然刚才那个操作看起来比较的简单，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困难。现在基本上已经冷却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哇，完全吸住了，特别的紧，看到没？从理论上来讲，就这个尺寸的马达包含锁，至少需要5000牛的力才能拉开。咱们试一下。真的整不开啊，兄弟们！那什么嘛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啊！咱们再下一个，来，是，3、2、1，呀，操你！哎呦，我操！这种人那神经病。现在大家也看到了，这玩意用人力确实是难以拉开。那话不多说，直接上神器。这个东西叫安全绳啊，就是人在拉开的时候防止摔倒的，不过用在车上的话有点多余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咱们直接开始。3、2、1。开了还是没开啊？是没开啊？哎呦，牛掰！我去，这就直接开了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